会不会感动到流眼泪？是我个人觉得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身体是平安健康，然后我们的戏可以走得长长久久，然后收视很好，这样。第二个愿望就希望我们大家的感冒都赶快好起来，健健康康，然后没有人再感冒。三立八点台剧签到，除了高潮迭起的剧情备受关注外，剧里也有好几对 CP 受到观众喜爱，其中林天 CP 更拥有超高人气。今日林云熙迎来37岁生日，陈千文也特别定制了蛋糕突袭休息室，让林云熙非常感动，可见演员间的好感情。会不会感动到流眼泪？是我个人觉得。那我也想再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。蜡烛会烧完，对对对，许愿许愿许愿，靠这个本领。那这样子，第一个愿望就要给天道喽。好，好，好，是。好啦，那就希望大家在拍片当中可以，就是身体是平安健康，然后我们的戏可以走得长长久久，然后收视很好，这样子。耶、yeah, ，好，好啊。第二个愿望就希望我们大家的感冒都赶快好起来，因为这个在剧组拍戏，大家需要体力，希望大家感冒都好，健康健健康康，对，健健康康，然后没有人再感冒。好，好，第三个愿望，好，哎，就吹着吧。这是限量的哦。好，合照。那这个蜡烛要插那个主角。